管一面。嗯。嗯，原装进口的三元回面，有普通辣，有双倍辣，它这个就是面饼很粗啊，这个山羊的，也比较辣啊，料酱比较多，还有一个就是芝士，零买的八块多，现在零买五包回面是30.09哈，5块6块多点，这个面确实。筋道粗，也够辣的啊！
个长个大。这里多汁啊，保质的。黑不掉了，这肠真好吃。这含量高。
换做